说人家说啊，警察躲在那边要干嘛？其实老实讲，说实在的啦，哦，他睡觉我也没关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最少不会抓我们了。其实他偷懒是对我们是好处。对啊。QTR 聖戦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们要把它开到这条路没有路为止。我们今天挑战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。欸，我早上从基隆出来的，我早上一早我先去基隆救一个客人，那坐到排长外调我去看一下。今天去高雄装一下。我很想把它开到澎湖去啊，现在叫这台车啊，我叫泰山 Google 了，这样到不了。他从台湾要送车去澎湖就高雄。高雄，对啊。他要搭什么船？开花轮。对啊。帮他广告了，不要帮他广告，我刚打了，对，打了N通2330，请输入搭船日期，例如12月1日，请输入1303，请输入搭船时间2330，请输入预订舱等卧铺舱，请按一；坐卧舱，请按二。什么舱啊？坐卧舱，他们说。我们今天要去那边坐船过去而已，然后什么船不知道，搞不好是迪拜啊，你知道吗？迪拜的像那竹筏的这样船放东西，这样一台一台拖过去。我觉得那个出港口车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越来越近了。是我开太慢了吗？我还是突然外线了？要超车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不能乱讲话。外面是比较让他们先过。你看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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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开的蛮快的，我一直跟着他，他也是没有保持距离。人家在执行公务，对啊，那我们跟着他走就好了啊。哎，对啊，跟在他后面。啊，如果他给我开80，我就会检举他。没，哦。哇，科P事情很多哎，你要不要请个助理？我要啊。你要请什么助理？哪一种？会开车的。会开车。啊，比较能干的。哦，能干的。能干的。啊，还有嘞。还会长进的，就是。长进。就这样就好了。那就我可以啊。不行，我不行啊！不行、哦，我虽然也可以干，但是你不要，对不对？不要，好吧。还是会挑了。哦，你还是会挑的。OK，OK。啊，只听我的话就好了，只听你的话就不用听。OK 啊，那在这边跟大家那个真人一样啊，科P需要一个能干的助理，找派家，好经验可。有兴趣的网友，对对对，在这边报名一下，科P的条件不高啦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年龄不拘啊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最想要驾照嘛，一定是18到20岁以上的。哦，这个是算体力活啊，如果体力不好的，当然是也没办法。薪水很简单，看你的表现。对。好，走，继续开。到哪里了？看一下。快到苗栗了。啊，在苗栗而已哦。台北完全不一样，台北还稍微要穿个薄外套。看那边买60平，大概多少钱？应该没那么大的房子吧？单品没有那么大的啦，房子一般很少会一间房子突破30平的。你说一层还是一栋？一栋。一栋哦，60平可能就2层嘛。对啊，如果是2、4、6、3楼或2楼，我觉得大概要600万，应该要吧？不敢确定的，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。还是这一期我们不估车，我们买个房子。买房子可以哦。买房子谁要住啊？你还被短了，变没有意义。每天通车，我为了来这边，每天要花大概2个小时，一天要花5个小时在开车。我早上要7点就出门，8点、9点，对啊，10点到。那下班好，我就准时下班，9点下班，10点、11点、12点到家。你感觉还好？主要是时间呐，我觉得那个花一点钱都还好，可是你时间都会浪费到5个小时，5个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睡觉可以睡4个小时，那个时间很多啊。人家不是就是常看到说，我老公
跟老婆，老婆就问老公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剩五分钟就要灭掉了，你要做什么？”当然是跟你那个一下。嗯。哦，我老婆说：“哦，对，哎、欸、啊，还有四分钟要干嘛？”快到高雄，还是已经到了？到差不多啊，这边就到高雄了。我要去吃东华宫的冰。做什么？我看的影片拢安尼大呀，足侪人食，足爽的。不要，怕会冷。看我忘记带外套。我买外套来去吃冰。哈哈哈哈哈。那蛮怪怪。已经到了。哎，咱这开怪嘞。对啊。我早是这种怪嘞。可是好像没吃了。有了有了，我记得有了。这边老街这边有那个小卷啊、热炒啊什么鬼的，对不对？那边小酒的那种鬼啊，嗯，的代价、啊。开车不能喝酒，喝酒不能开车，边、嗯、开边喝，我就不知道有没有醉了。应该是没有醉了，才可以开了。对，会被抓起来。还好我们没有小朋友看，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开玩笑的。那个港口在哪？港口就是咱今麦去遐，老街啊就是港口啊。那是吗？对啦，我知道。你知的，你跟我讲你知的。放心啦，这问者拢知啊，你看在地拢有你戴安全帽，你敢无？有啊。QTR 生鲜，防御工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哦，到了，得了。隔壁你在哪？我在七金，七金老街哦，我昨天给你讲好厉害，你知道我有试过哦，其实这遥控器蛮厉害的哦，你看，直接把它锁起来之后，车上那把遥控器，你没有去按解锁是发不动的，你要自己按解锁才可以发动。哦，刚好刚好。呼呼呼！哇，小酒。那我先吃一下了，不要，喝一下汤的感觉。这是鸡啊，不一样，表示这个不一样。好吃吗？还行。但这个肉跟平常北部吃到的刺肉跟一不太一样，汤有一点麻油味。有人认到你了。又走掉了，不要胡乱摸啊！真的啦，他好像，嘿嘿，你看那个是谁？哇，唔怕啦，都厉害吧？哎，来啊，准来啊！哇，准就干啊！哇，好像很厉害，就好像一间房子这样冲过来。这边就是渡船头啊，其实他现在是那个小船把他推出去的啊，没有吧？没有，不要骗我，不然他这么近干嘛？那是临船的吧，在旁边注意。他、啊、那个就是渡船，上船的地方在对面，所以我们现在跑到这边是，我们走错了，走错了。再去吃好料，吃一次我们再去对面等，要等到八点敲门啊，没关系，总是会找到出路的。奇经天后宫不太一样嘞，这应该是许愿池吧？对，一个给你啦。可以不好意思，我是要丢进去还是丢到那个坑再扔进去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然我们制定好了，我要跳到那个空啊，跳下去。好、希望我们的点击率越来越高，我们离一百万越来越近了。阿 Ken 不会丢凶酒啊？我先跑啊！哦，坑，我马上换你啊，换你、啊。祝我们点击率越来越赞哦，今年就破一百万。哦，我也中了，也中了，挂杯酒先啊，杯酒馄饨，还是杯酒泰山？泰山，你光杯酒海产？好啊，就吃海产。他们在小酒嘞，你要嚼这个？小酒嘞啊，小酒嘞，我拢吃我宜兰的，有一家很厉害。好了，我在拍妹啊，很赞。就这个，我想说还可以吃个鱼蛋，就好像太贵了，预算不够。哦，来看一下啊，好，这是他们的菜单。大赞，那个白饭十块太 no 了，我最早吃你，请你吃炒面跟炒面米粉。哦。大赞，别惊，丢落。哦。等个千块。这个。不用了，不用。螃蟹我不会吃。你不会吃啊？我背有一节啊。哦。综合的沙西米，一个炒饭，还瓜子，空心菜。哦，一个空心菜。啊，这钱我要收完得啊。怕我们吃不完，再找其他油，找到了。对，好的，哎，虾。你看樱花虾那么小只哦。樱花虾是小只的啊。
拜，好，拜拜，拜，很忙啊，你的来吃个饭都，我再播给你吃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来啦，来啦，没来啦，没客气啦，你也不要播啊，来啦，你自己拍自己，可以啦。会了，会了，真的会了。真的假的啦？真这个吗？你不觉得这个吃起来比较粉嫩粉嫩？那我觉得那寿司吃起来都很暖。对啊，所以我都很少吃。我现在他妈该讲暖了，大家都没煮暖。你也不知道你，大波人不该讲冷粉啊。多少钱？一三多而已啊。我排好了。对啊，我要去吃那个刚排队的，我就是要排队。要几只？两只。我挑。喂。好吃哦。炭烧。这个配海泥根不错。海泥根。这不是叫鱿鱼，是叫小卷。哇，你看，好浪漫哦。啊，我讲的都会哇，呜呜呜啊。沙雕。嗯。现在要去找那个臭小子渡船头，对，看可不可以上船。他去了跪下去，拜托他了。不然我就要公告你们骗我，说八点开始售票，然后我早上中午打说想预约说没了，我第一次被骗了，我要上车了。喂、欸，还没开、欸。他跟我说八点售票嘛，对啊，他是八点开没错啊。对啊，你看我现在七点半这边等了，就他跟我说卖完了。他一三五去啊，一三五二四六回来啊。好了，嗯，还更惨，怎么后补要九点半？我们第七逃，觉得很可怕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样。入口有没有？叫警察围起来！不理解，不理解。他意思就是哦，前一天就可以来预约，来这边预约。他语音电话不行吗？伊嘎公现场就有人。对啊，好贱哦！还是我听错？我不知道。第一要先预约嘛？第二先预约。要来这边等。喊，刚一直说候补，如果喊三次车牌没有答应，就是放弃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这样。对，等一下就是晃一晃，九点半他再来，来不及就不要回去了，明天再回去啊。Later。你叫到啊？没念到。今天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排到、哦。哇。啊，先要去哪？先要进去。对，海军部门。QTR 制線。防御工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，我们的车终于上船了。上船了。耶、yeah, ，上船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刚候补我是最后一个，啊，所以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我们上船了。坏消息，我们票怎么回去啊？哦，高铁已经没有车了。对，好像没有了。啊、票还是在原地。已经完成了啊、哦，今天主要把车，好，要把它运去澎湖。哦，没想到这么麻烦，下次请车主自己开回家。哈哈哈，记得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看节目，让我现在想办法回家。后续的花絮看我们要住哪里或者怎么回家吧。嗯，对啊，好了，走了，好，拜拜拜。哇，前面那台车，好像有点熟了。叫一下，米粉羹。对啊，带只米粉羹。当然，跟着带地爷爷姐啊。现在助理要多一个条件，对，机位很少，可是偶尔有可能会这样住宿。可是你看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对吧？一人一张床，对，一人一张床。我们不会找那种就啊，不好意思，只剩一个房间，那两人床那种，不是这样。哇，那好像那个哈 A 片的情节、哦。没有啊，是真的，这是意外啊，那个意外。对啊，好，睡觉。好，风笛啊，不要叫我了。啊，哦。辛苦啊！辛苦。